现在是我们老师芭蕉创排第三天，两位老师今天在努力的创排，然后我们都是很努力。我第一排也是，我那感觉随时能抽出一把，都给我打气。是你组的，人常讲，但应该是你不一定姓名，那就不一定。太少了。我想回头去查，但刘备真的有，但是你们话剧是小说里的人物还真实的，真实的，但是宇文成都是小说，宇文成都是小说的，刘备真有小说，因为中山靖王姓刘，让他生了一个二的人，所以真是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好，回来吧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吧。来采访一下宇文老师，今天是我们创排的第几天？这是我们创排的万冬，万冬。真的，这是我们创排第几天？就是第三天，这是我们创排第三天。就是也是个人段，那个就喜欢大高个儿。对，他怎么转来了？我说这人怎么这样？是天天吹牛，就吹那种特别没有必要的牛。齐多里边那三国卡，我当王子康说我想逗，他说我都齐了。曹操有吗？有。刘备有吗？有。诸葛亮有吗？有。司马懿有吗？有。司马懿亚美提有吗？有。司马懿亚美提是谁呀？我们现在电视已经关了，因为我们进入到了创排期第三天的收尾。那我们今天的成果也非常的明显，有什么成绩呢？宋导，今天，宋导今天发现手伸进人墓园里还能拿出来，伸出来。明儿咱们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我们得帮管乐和那个小满去出一本子。给他们出一什么本子好了？出一我吹不下去的。今天创牌其实挺顺利，我们祝大家晚年吉祥。其实我觉得做喜剧就是得开心，还是祝大家包饺子。大家已经越来越听不懂说什么，听不懂。咱仨要有一个重点就好了，但我是重点大学，你是重点。重点，我们俩就不是了吗？您俩是重点小学，我们是重点，我们是重点。得，这是怎么绕回来的？这是。那我们创排第三天圆满结束，三天哪儿圆满了？嘿，拜拜，好好好，等待天亮，第四天开始继续。这是应该是我们创排第五天。哎，您给说说，那今儿咱干了什么呀？今儿咱。没有，今天我们下午是改本，然后晚上围读。嘿，那围读的情况是，你们说说，那您给说说，您说说，我听听。我呀，我来不了，这个看了样子没什么情况。今儿是我们给导演组读稿的日子，观众还有第一次创排汇报，把之前提的点子落成了粗稿，然后给导演组看一下，是人家审批一下行还是不行。哎，那效果如何？成绩斐然吗？成绩怎么样？成绩说得过去吧。他们的反馈也分好几分，反正第一分是鸦雀无声，第二分是集体晕倒，第三分是飞了起来。今天是我以演员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读稿会，确实感觉这个状态不太一样。以前都是挑毛病，现在感觉自己就都是毛病。这容易凉啊，这个怪不得叫易凉。嗨，哎呀，您觉得这梗怎么样？教主，你又焦虑了。又开始焦虑，这名不太吉利，不能让他们老板躲上。哎嘿，咱仨这组合好，咱仨叫三人捧哏吧。没逗哏，没逗哏。满分是五分，你们给自己今天读稿会的结果打多少分？那咱仨异口同声吧，我相信咱们的分数是一样的。喊三二一，说出分是怎么样？来，三二一，三分。哎呦，为什么只给三分？两分扣哪了，宋老师？就人咱人不够，就人不够，咱要够五人就五分了，五，一个人一分力嘛。哎，对，那我们四个表现四分，这就是谜底就在谜面儿。要是五个人的表现呢，那就是顿教主，教主不焦虑了，不焦虑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云奇。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我们就要去进行录制了。我现在正在收拾行李，这就是我现在收拾的东西，这是每个小袋子里面装着的我的小东西，然后还有我的
护肤品的先河。然后我们八号要有一个真人秀的录制，那我的服装在这里，拜拜。那现在已经到公司了，然后目测今天的天气应该会很凉快了。这是大家现在就是一个在化妆的一个状态，这是我搭档小谢。你好，泽成老师。我是主角王朱穗。你是觉得今天只需要穿衣服不用化妆是吗？对，我以为快扎个头吧，就是。他是不是很白？对。他是不是得用粉衣白？我们现在化完妆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太给力了。对，也没太阳，也不下雨。是的，然后。我们的小花，我们的小名牌。哎呀，好开心呢，好开心呢。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第一趴的录制，大家的发型现在都已经软趴趴。可以让我上去了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妈呀，看这些人们。Hello， 我现在已经。到酒店了，我们过两天要录制的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的第一赛段，准备了半年，就加油吧，平稳发挥，好好发挥。这个视频你们能看到的时候，肯定已经看完了我们的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子，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奇妙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的作品，然后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呢？等到时候节目播出的时候再看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吧。然后大家能看到这是两张床，这个是阿成要在这边，但是他今天还没到，我提前过来先收拾一下试验一下。阿成差不多是明天中午的时候会过来，到时候接他一下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0号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，然后准备一会儿去那个现场去试服装。今天先试服装，然后去简单的走一下台，然后谢思成还没到。阿奇已经到了，然后不知道他会不会迎接我。刚才我没跟他说，看看啊，哎，到了。爷，你是终于来了，我终于来了呀！嚯，你还带了床单啊？我们到了，我们现在到了星光的这个演播厅，我们要准备去录试妆。Hello， 我们准备去试妆了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这是小马啊！哎呀，呱呱！这是我老公。录视频。我老公。抓不着了，你这个小偷，我的鞋。你说他们知道？哇！我们现在景儿里，刚刚在看景，然后现在刚刚在试衣服。是我们的家。
啊，这个灯架是跟我们一起走的。对对，那我们的定点光。耶耶耶耶耶。今天是2022年8月10号，那我要准备去大兴录节目了。这都买了点啥呢？除了最普通的带风格带的衣服、鞋子，带上我的电脑。电脑？嗯，对。哇，这么贴心，给我准备了4包纸。哇，对。这个是牙线棒，哎，这个是我的抗过敏药，嗯，亲爱的洗漱啊，洗漱你在这儿，哎，可爱的小兜子，洗面奶，这个是什么？爽肤水，爽肤水，乳液，嗯，还有一个乳液 lotion， 对，这是个金致波 ，OK， 隐形眼镜，放到这儿，老刘送的，嗯，刮胡刀，嗯。最后的应该就是带上充电器。一切我们就去。二位过来，过来的，过来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啊，家里要听话，要听话，家里要听话，好不好 ？OK， 因为明天的时间。我准备收拾行李去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录制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收拾行李，然后给大家看一眼，这个是我的箱子，白 T 恤、背心儿、补充蛋白质的零食，再带个插线板儿、金银花，对嗓子很好，要经常泡水喝。然后这边是吹风机、洗漱包、口罩。小夹板，然后口罩，然后我的膏药，就这些东西，然后再带一只我的小猫，小猫，小猫，我要走了，小猫，不理我。这大概齐就收拾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出发。每一次出门收拾东西啊，你都会感觉，哎，我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带。但是你想不出来是什么，这你是非得到了那个地儿，哎呦，那个没带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这种感觉的，请把公屏打在兄弟上，谢谢。